中國唯一可以雄霸世界嘅就係個草藥啫嘛，但佢冇發展得好啊。即係話將來中國真係有朝一日真係可以富貴，你又揾德國、瑞士嗰啲、日本嗰啲前進嘅草藥藥廠咧嚟合作，自己利用中國嘅環境啊，種好曬嗰靚嘅草藥出嚟，佢提煉咗又幫到人，全世界有市場。瞓喺著夠都有錢嘛，但係個抄你唔到嘛，因為個大天然嘅環境嘅草藥你抄唔到嘅。嗰啲枸杞隔離散種都冇撚靚噶嘛，冇撚古怪噶嘛，荔枝都係啦，係咪啊？分地域噶嘛。咁啊，你鬼佬我打啦，我唔可以任你嚟抄喎，屌你咪抄咯，你做唔到噶，俾得埋種子你添。做不到嘛，咁你睇你中國政府咁撚戇鳩，呢個最撚好世界啊！因為有一個追求健康，我成三年前喺國家講過噶，我哋將來中國咧就係發展個綠色嘅黃金，綠色黃金嚟噶嘛，你都係睇下韓國佬做啲珍珠草同埋。韓國的高麗參兩樣嘢講緊犀利啦，啱嘛？做乜真要做？做嗰啲光藥啊，最靚。韓國人參啊，賣到出曬位添啦。咁你中國長白山咁撚巴閉，啲參又話你撚個韓國佬嘅，你都搞唔撚掂，你搞咩咧？